就真的对我来说，此刻还蛮像梦境的。嗯，不管是不是在录节目，我觉得我真的表达了很真实我自己。说实话，你的性格是我喜欢的。Oh my！ 哦哦，就是那一刹那，你知道我会怎么留意你的吗？什么时候？罗拉是哪一个 moment， 就是哪一个时刻，在那个点是感动到你，或者说就让你觉得开始有一点。其实我第一天就发现罗拉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很融入大家那种感觉。他有种其实表面大大咧咧，但是眼睛里有一丝伤感的感觉。对对对对。哇，我觉得就有点戳到你了，有点迷人。说实话，他可能第一天到跟大家其实没有很放开，嗯，后来就是默默的为大家做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这种人其实表面上看是这种性格，但其实心思是很细腻的，这是感动到我的感觉。就我发现我们小屋里面每个人可能跟表面看上去都会有一些，对，真的反差，其实都有反差。对，你包括我们看到 Yurik， 其实表面上看他很开心的吧，也很那个，但实际上他可能真的比我们所有人可能都要内向一点。是，就是他私底下可能是个很安静的。我觉得我是但我觉得你觉得我跟他其实是完全两个方向。看到尤里克时不时的会在罗拉的身边跟他去聊天讲话，私下的去出去约会。 Hello， Hey， what up man。 说实话，那一下那个 moment 就是真的就是很沮丧很难过的感觉。他跟尤里克在一起，我都会瞟一下，瞟很多次。对，他在哪个方位，我都会瞅一瞅，看一看。对，他竟然对于罗拉的这个感情这么纠结。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一个女生碰到两个男生，两种心。对，要是你是这个女生，你会选择哪两个？所以我觉得他在摇摆，我觉得是很正常。的确啊，而且他自身的环境又这么的特殊，很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站在他角度就非常的理解。首先，他那么久已经没有谈恋爱了。首先说，自我防御系统跟自我保护系统还是很强的，比一般的女生来说。就第二点，他近几年可能是没有遇到很好的男生，突如其来可能一下遇到两个。不知所措，把自己就算成很好的男生了，真的就是。所以我尽量就现在，哎，其实我也不大好，就是有些时候会给他施加点压力。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也不对，但我觉得他没有确定。你觉得？我觉得该做什么，你还是应该做什么。你们要去市区吗？嗯哼，要啊。嗯，是要送吗？几点要走啊？还没定。其实我十一点上班，我也可以晚到一点，没事。不行，那个太远。摆明是不让我离你近一点。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大致什么内容？类似于分开的时候吧，就是看，就是我的梦里面很模糊的，就是有一些什么。大家就是扛行李走啦，然后就是分开的时候大家又泪眼汪汪的什么的，我还蛮害怕的，就是真的到那一天呢，还真的不敢想象最后分别的时候大家的感受。结束了到底两个人应该怎么办，其实是一个很蛮大的一个问题。嗯，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到这个年纪了吧，就是如果真的要确定一段感情，还是要好好就是想好这个人究竟合不合适。因为
我也不想要就是草率的谈一场，然后可能两三个月几个月以后就大家就分开了，然后也没有给彼此，在你人生的轨迹当中其实留下的东西很少，嗯，就那种感觉还蛮难受，就是其实就是一段感情我觉得都是让人进步的一个东西，或者是改变一些人的。对啊，小屁呀、啊！主导啊，这个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也是想说，如果真的要找对象，那我现在就是想找一个首先可以谈的久一些的嘛。希望对我那个精神的另一半说，大家不要再做对方的过路人，可以携手一起到老那种感觉。哎，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什么？喂，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就是我变成你的过路人了怎么办？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本来就是顺着这逻辑就说这个话，前面就准备铺排就要说这句话。我不觉得。你不觉得？嗯。哎，黄黄居然在这里休息。对于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我在通常情况下都选择退出或者放弃。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需要有一些改变，这个改变是让我觉得我做的是有意义，不后悔，肯定，然后也会是难忘的。对，更加放松了。跟我朋友聊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是不是因为说我们真的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这很不真实。但我感觉到你们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我讲过这个是真的，我知道，你知道吗？就是我发现这是真的，而且我确实亲身的是在体验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好幸福。就是之前为什么会从来没有经历这种事情嘞？真的，我从很小谈，就是很小谈恋爱起到现在都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never。比如说，男生会给我做早餐呐、啊，然后你会各种护着我啊，这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在这么短的一个月内全部体验到，就真的对我来说，此刻还蛮像梦境的。嗯，对，就是这其实我觉得我不管是不是在录节目，我觉得我真的表达了很真实我自己，就内心的那种快乐是很真实的，不舒服也是很真实的。看到你给我礼物，其实我心情也是不好的。哦，反正就是说，不管跟你交流还是怎么样，都是觉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你这个。其实，就是，说实话，你的性格是我喜欢的。Oh my！ 就是那一刹那，你知道我会怎么留意你的吗？什么时候？方向统一好吗？陪你去看流星。不是我的这个有点 GG 的感觉。还有一根，还有备用的，还有三个。在谁手上？为什么我拿到的都是这样的？接到在谁手上灭掉？有点娘娘的。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还有吗？还有两个。换一个吧。来，点心就好了，点心就好。好，可以这样点。一起啊，这个就很热闹了，真是有点潮。哇，这个那时候点烟花，大家的烟花都好灿烂，为什么就我的是这样？难道是代表了什么不好的运气吗？然后他就拍了拍我，让我不要沮丧嘛，我觉得蛮细心的。嗯，就能不能捕捉到他那个时候情绪。